下呢一个细空点火色，手机玩大炮，负五格，长九格，重复，负五格，长九格，而家有一二三四，长四格。可以咁样，就好似填埋呢个位置。之后啦，就系要咁样做，开六格嘢出嚟，填咗佢，然后起个咁嘅机啦。呢两面嘅位置一定要填嘅，呢个都系，唔好净系填中间嗰行仔，咁会影响发射效果。嗱，整一个咁嘅嘢，数下先，一、二、三、四，就系呢一个位。之后呢，就在上面这个位置放粒 TTT， 我不想打到其他东西，这样做点火先系最强，但系点火嘅速度系有啲慢。KO 呢个位置。之前呢个点火器咧，系咧搞埋侧面呢啲位嘅，所以就冇咁差。快点咧 ，OK， 点解做成咁大位？伤害睇咯。见到佢嘅速度系快到妈妈咁嘅样啦，然后咧就可以咁样射出啦，系最变态嘅炮，都话最强，系最呢个系你都知道呢一个系第一代嘅炮，然后再加一个手工点火式，系咁
咁嘅第一代炮，再加呢個手工電火式，我出咗四代，其實出咗六代，定七代定八代，但係用呢個手工電火式就可以將佢以高速傳送到呢個乜 X 嘅地方。機點火時間，聖火點能看住咯喎。哇，好靚啊，效果好靚。睇下佢最遠嘅射程先，一二三四五六七，重計，唔知快 Q 咗啲。數嘢最叻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廿九。最遠的程度呢，發現就是29啊，29時期是30，我計一計先，對了，就是30，而且它射速加快了很多，重發整這個手工電火式最好就不是真的不是這樣雙層一上不點就沒那麼好了，真的。不過我都試過了，因為第一，因為手工電火式可以令到瞬間令到這些冚家產後面那些冚家產那裡真係一點，嗱嗰粒嘢咧就會落咗嚟，然後想飲爆曬所有。嗱前面嗰啲咧，嗰度咧就冇，就未被飲爆，因為呢個窿咧比較厚一啲嘅呢個位置，所以咧前面嗰啲嘢有部分未飲爆，然後就會炸出去，將佢前面嗰啲未飲爆嗰啲，以光速，因為一次過點曬，因為想嗰度嗰粒嘢令到一次過。點曬，所以就會威力令到大咗，令到前面嗰幾粒嘢咧就會極以高速飛行飛咗去呢一個光速啊，簡直光速啦！將來不過唔夠呢個電腦板咁勁抽。呢一棟嘢咧，側邊兩行唔填咧，係效果冇咁好嘅，唔知點解。好啦，我有啲用貨啦，呢嗨呢一個希望呢個手工電火式會多啲人拉啦。即加啱啱兩個都飛到嚟呢一個嘅高空嗰度，然後咧手工電火式嘅。呢一個位置就有兩粒 TNT 一齊落咗嚟，我唔落觀個情況，因為有兩粒跌咗落嚟，所以唔計啊，丟你決令到一粒跌落嚟就咁樣做，慳又可以慳翻一粒，又可以射得好啲，就係咁樣，唔好填呢一個窿窿。咁樣就可以射得好啲，又可以慳翻一粒咁多啦。爆啦！點你啊？我師傅輕機，加唔下啲
存在收睇其他有新嘅點火方法，咁介紹曬所有點火方法啦，拜拜。